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黑鲨代言人彭昱畅。终于我们可以完整上手体验黑鲨4 Pro 了，还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黑鲨包装风格。打开包装，有一个讲述卖点的卡片。这次我们的黑鲨4 Pro 呢，搭载的是骁龙888处理器、144赫兹三星电竞屏、磁盘阵列技术和磁动力升降肩键最强外放音，而且还有120瓦极速闪充。打开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款手机、充电器和数据线。的确啊，我们每一代的黑鲨都在不断的突破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黑鲨4 Pro 吧。哎，这个电量怎么这么低啊？这么低的电量会不会录着录着就没电了，然后全场垮掉？要不这样，我们先充一下电，然后我们再回来看。哎，不对、我刚刚突然想起来，正好我们可以先试一下120瓦极速闪充。充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黑鲨4 Pro 的外观。我觉得啊，这次黑鲨4 Pro 的外观真的是非常的帅气，而且听说用了 AG 玻璃材质，你看摸起来这个手感是非常的舒服，而且非常符合我的气质，一看就像游戏大神。哇，你看120瓦极速充电真的是充得非常快，一下就现在15的电了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赶紧打一把游戏来试验一下。首先先打开我最喜欢的黑鲨4 Pro 磁动力升降肩键，这个声音也太有仪式感了吧，而且现在听说一键单升变成两键了，就是这两个。用升降肩键打游戏也太有手感了，实体机械的操作让我找到了小时候打游戏机的乐趣。压感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操控模式，用了之后就再也离不开，搭配上肩键组合成多位操控，我感觉我无敌了，玩起来画面非常流畅，简直是爽翻了。哎，这边有人，这个立体声真的是非常不错，可以轻松分辨出敌人的位置。耶、yeah! ！我的黑鲨4 Pro 首战告捷，真的是太爽了！黑鲨4 Pro 真的太让我惊喜了，想要和我一样马上上手体验吗？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！